媒体报道，今年36岁的陈柏霖，2012年和女团成员陈庭萱合拍电影《变身》后擦出火花，但低调的他们一直以好朋友称呼对方。不过，适逢七年之痒之际，媒体发现两人不仅感情依然甜蜜，庭萱还与陈柏霖的父母等家人共进晚餐，一同回家后也未再出门。如此亲密的程度，看来庭萱已是陈家准媳妇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